第二件是爱默生的雾影防风外套。我一穿上去发现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前面比较短，后面比较长。哦，真的，它是有个斜度的。对，所以要让你就是这样弯腰的时候，后面也不会什么很容易曝光、露骨沟之类的。然后前面如果你是穿下去下场的话，腰带也比较不会被遮挡住。对啊，它的面料是防风、防泼水的这种面料，然后还蛮轻薄的，所以穿在身上不会觉得负担很重。然后它的透气也是，像它的腋下也有这个开孔，而且是两边的拉链，所以它适合你这种就是很大运动量的时候，它也可以穿。就是它不会像一般软壳衣那么硬，对不对？对，而且不会那么厚重，所以它感觉放在什么包包里面当备用的外套也蛮适合，因为它不会占很多空间。感觉很好。对，然后它的这个帽子。所以它其实有帽子，它可以折成像领子一样。对啊。哦。遇到下雨天就这样拿出来用。然后它这种上面有很多弹力层的，可以调整的细节。所以它应该是可以穿到完全合你的身体啊。哦，头顶也有可以调整的地方。对啊，所以这样拉紧的时候，基本上风怎么吹，它帽子都不会被吹走。然后它的袖子也可以调整。对。然后它的衣摆是不是也可以调整？衣摆也可以调整。所以总体来说，我觉得它很轻便，好收纳。然后它的符合你，对，机能性很强，可以符合你身体的大小，你就可以调整东西很多。